这次去吧，我毕竟是第一次见我岳母，对吧？总不能空着手去吧，多多少少也得准备一点礼物。但我真的不知道他老人家喜欢啥，所以想跟你商量商量。我们只是假定亲，不需要什么礼物。没别的事儿，你先回去。不，什么意思？什么假定亲？ 害羞，我喜欢。这竹哨怎么跟米娅用的一模一样？可是，米娅不是已经死了吗？是啊，咱们亲眼看着先生把她火化的。先生，难不成他会死而复生？